我十九岁那一年，我还没找到你，我还没找到你，于是我参加了中式超级星光大道，以大魔王的姿态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，只希望你能一眼看到我。奏效了，你真的看到我了，你找到我了。那年我十九岁，一转眼明年就是我们相识的第十九年。老婆，你已经陪伴了我一半的人生了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过程相当精彩，接下来我要追随你的脚步，我要继续努力，一辈子爱你，下辈子爱你，下下辈子爱你，我们的约定是八个辈子，每一世我都会找到你，用各种方式，各种节目，没了。最后我想跟全世界说，六月是夏天，夏天是 summer， summer 是林友慧，林友慧是我老婆，林友慧我爱你。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命中注定，生命共同体，而没事的任务就是要从茫茫人海中再次找到你。十九岁那一年，我十九岁那一年，我还没找到你，我还没找到你，于是我参加了中式超级星光大道，以大魔王的姿态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，只希望你能一眼看到我。奏效了，你真的看到我，你找到我了。那年我十九岁，一转眼明年就是我们相识的第十九年。老婆，你已经陪伴了我一半的人生了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过程相当精彩，接下来我要追随你的脚步，我要继续努力，一辈子爱你，下辈子爱你，下下辈子爱你，我们的约定是八个辈子，每一世我都会找到你，用各种方式，各种节目，
没了。最后，我想跟全世界说，六月是夏天，夏天是 summer， summer 是林友慧，林友慧是我老婆，林友慧我爱你。从开始计划这个婚礼，我觉得逃避这个环节，一方面是我们两个平常其实从来没有吝啬表达对彼此的爱，再来就是我的专业实在不适合在大众底下说这些话，所以我一直不想要有这个环节。但是我其实每一天每一天，你知道我是很感谢的，我常常张开眼睛在想，我到底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，我可以拥有这样子幸福的人生。我相信我上辈子一定是个好人，100%是个好人。我们两个虽然我比较早到这个世界上，早了有点多，但是身边人都知道你比我成熟很多，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的正能量还有自律，让我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好。我们两个在分开的时候是两个完整的人，但我们在一起我们超级强大，我们知道我们两个是不能分开的人。我这辈子一定会做更多好事，因为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起。